再来有请刘维、艾夫杰尼。见这帮小伙子都变化好大呀，刘维你瘦了又瘦了。对对，好多人都说我瘦了。瘦了瘦了，就说我帅气逼人。你原来也挺帅，但瘦了。哇，刘维变化好大。你们俩在整个这一路走来是第一次吧？坐在待定席的对吧？要冲刺的是吧？我是第一次，对。因为我们六个待定席，有五位都是来源于我上一个队的团员。是。哎，怎么那么好笑吗？就是。就是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感觉好笑得好大声哦。虽然我们没有团秀，但是大家坐在一起在那个后厅 room， 感觉还是一个团，其乐融融哈，其乐融融，团还在。你今晚你们俩都准备好了，我特别好奇啊，我不知道你们俩准备的什么，就是很有意义，是吧？对对 ，OK。其实就是通过真爱至上这么一个团的缩影，可能也是想让大家知道哥哥们成团的这种不容易。对，好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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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没有比赛，我们就是表演。是，他们来一起表演，打分啊！你们只能投给一个，其中一个哥哥。好。